咱们吃吧。今天的菜啊，看这个桃子蛋糕，桃之夭夭，插翅难逃。哦，这是桃之夭夭，就是腰花啊。都是为大伙精心准备的。那个，我们恭喜一下我们国宝优吧，好吧？得嘞，得嘞，恭喜恭喜恭喜，得嘞得嘞，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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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谢谢。叔叔，你们这么久没见了，叔叔他丢了之后，你们没试图找找他吗？找，就是我们贴了寻人启事了。嗯，敬其者，且闻终不顾身，孝不顾齿，终当尽命，孝当竭力。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禽兽上之。你找爹呢？那是找爹呢，丢失准爸爸一个，那是找不着。嗯，每年，你不说，那不是写贺卡吗？他不说每年写贺卡吗？不写。这样吧，给大伙分点饭后的甜点，来。哎呦，谢谢谢谢爸爸。甜甜圈吗？哎，啊，不要嫌弃那个未来岳父的手啊！好嘞，好嘞，好嘞。什么叫未来岳父呀？啊、我还不同意。那是你哥哥。来，管家，哎，过来。谢谢先生。去，去吃吧。叔叔，你做什么产业的？是成功人士。他叫巨成功。哎，我一直特好奇啊，就这个爸爸，您等一会儿吧。我姓郭，怎么您姓巨呀、啊？对呀、啊，小孩没娘，说来话长。又来长话短说。你看看，因为最开始啊，你知道你姓什么吗？姓郭呀，我一直。但不知道你姓什么啊？对呀、啊，我姓郭呀。这是你出生的时候谁告诉你的？我打小都这么叫我呀，佑佑佑佑。对了，哦，你知道你叫佑佑，我叫佑佑。先生，距离一点钟啊，还有五分钟了，快要到你休息的时间了。你都吓着我了，我知道了。好了，下去吧。哎，你吃饭了吗？我吃了，刚才都吃了，非常好，谢谢先生。行，你下去吧。好，那各位慢点。打扰我们聊天。对，没轻没重的。感觉他们家最靠谱的是这个管家。咱说到哪儿了啊？对，说到这个桃子。好。什么？你先等会儿吧。我们说佑佑，佑佑，你们为什么姓巨啊？这叫子随父姓，高曾祖遗留。那不对了，高曾祖遗留，您应当姓高啊。高曾祖遗留，我怎么能姓高呢？那您姓刘啊？你上那边去。这巨是一个大写，就是也姓巨，也姓奔儿，是一个意思吧？这个奔儿这个词儿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北京天。什么声音吧？刚什么声音啊？你什么？你姓郭？赶紧去吧，别讨论姓什么了，咱们就这样。我觉得，要不咱们去看看，看看曲折。管家，管家。管家，声音从这边出来的。哎呀，这饭吃一半儿。哟，锁上了。锁上了。哟，人家上厕所一般都得锁上吧？这个钥匙只有管家有。不是钥匙，全在管家那儿呢，我们都没有。谁给门踹一下吧，踹开吧。能踹吗？踹，踹吧。老大哥，哎呦，等会儿，哎呦，怎么了？他为什么是？都别动，掐着自己。哎，管家，死了。管家。管家，都别动，都别动。喂喂喂，怎么了？喂，小何吗？啊，是我是我，怎么了？我们现在有一个紧急的事情。又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啊？你猜一下吧。
啥事儿了？对，就是说我们在宴会厅的时候，突然听见这个洗手间有一声巨响，发现管家在洗手间里头，他就没有呼吸了。这个姿势，都别动，这个姿势，保持现场啊，有人可能，要不然呼吸的问题，中毒应该。来，就带着那个军火的推理包，我马上来找你们，好吧？那你快来吧。好嘞，我马上就来。咱们这样，这个保护现场，咱们都出去，等这个管理员来，好不好？走，咱们先出去。哎，好。是有人在敲门吗？快来！哎，我刚就听到推理团在，所以我就把这个真果粒推理包给大家带过来了。多谢！来，我们大家分一分。好，谢谢。就是那个侦查真果粒的啊，四季生真果粒，来，是有没有人跟我简单讲一下到底发生了啥？就刚我们在这聚餐，管家先离开了是吗？对。然后我们就在聊天，突然听到一声砰，不知道什么样的声音。对，我们就在厕所发现了管家的尸体。毕竟管家出事了，而且又是在聚家，我觉得咱聚家的各位可能多多少少有点嫌疑啊。哎，你说话讲证据啊！现在当务之急是不是我们得可能要调查一下这个管家他到底是怎么出事的？好，据我了解啊，咱这个家好像比较大，有七楼有一部分，然后的话九楼好像还有三个房间，要不咱六位推理团的成员我们分成两队吧？对，然后聚家的各位的话，要么就是咱避避嫌。哎，好，来，咱就委托各位侦探团去找一下线索。再见了。楼梯有灯吗？我们仨。都挺白的。你在研究这个是不是？啊，确实是有一点奇怪啊。哦，找到了。这是毒药。这肯定是个药水啥的。要不然你喝一下。我喝一下，谢谢你。哎，气死你！气体毒药。无色无味，挥发被吸入后可立即致人死亡。但不是这个，这个有色。它会不会还有一只毒？毒气五秒之后就会消散，所以呢？他就查不出来他是怎么死的呗。管家是被他们家人毒死的。推墙消磁片，消磁，什么需要消磁？门卡，房间，这水沟里面好多东西，我天！他们家这个嫌疑太大了。走，看一看。哦，我们到九楼了。到九楼。哎，这儿我们这门开着。哪个开的开？啊，你爷爷，我爷爷，哎呦，嚯，太养生了，养生，这一看就是，真是，这是我亲爷爷，这一看，跟你一个爱好。